大家好，我是阿面，我又来了。今天我们吃个猪肉干，这个做法你们肯定没见过。烧完再回锅哈，变成回锅主题，开干。准备一根猪前手，又称抓前手啊，吃了好抓钱。清醒哈，吃个猪蹄哈，来吃前蹄哈，前蹄肉多，后蹄筋多。先把蹄子改刀。点火哦，要得开干。冷水把猪脚搓一下，姜片、料酒，先切点姜片葱段，八角香叶、桂皮，再切点草料，刚才是红烧料，切成颗颗。再把葱叶、葱白分开。葱叶切断，再切点小米呢，搓好用清水洗干净哈。现在看到好多肉了，烧一点油，锅盖下到大料，下猪皮，再放点生抽、老抽、胡椒粉。少许蚝油，加入清水，放点盐巴增加底味，盛出一点，放得快，烧开后转高压锅压十五分钟，烧油，锅内下到小料，来一点干海椒。一点香辣酱，再下到压好的猪蹄，放点鸡精、生抽、香油，再下到葱叶子，要得了，起锅。这样一份创新回锅猪蹄送给大家。就这个回锅猪蹄，我后几天评，你们要个小红心女朋友给吗 ？Thank you， 妹儿又马起，来哟，往外请哟，要得开干。整个稍微瘦点的嘛，先整个瘦的，再吃肥的。这个猪肉在吃肥的，比吃瘦的好吃点啊。蘸点汤汤，嗯，是比红烧的好吃呀、啊。我不要红烧，我问回锅猪蹄。这你要把整趴了，该我要的。嗯，我压十五分钟好。哇！嗯，你想是媳妇儿当忙，我来等我妻子来炖汤。嗯，媳妇儿当直接就稍微清淡一点，但是就没有这个滋味哈。来吧，好吃啊！嗯，这个有点骨头嘛，有点骨头在手里。我吃也本地人啊，嗯，还有茄子、西瓜。你看瘦的好吃还是肥的好吃？肥的好吃，嗯，是吧？这就不能开哑巴啊！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，我先付了真心观众们，观众们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